很科展，这个科展名字，这个制作团队，我们制作的这个，先介绍本团体，本团队，本团队，科展制作小组，快点，组长谁？组长徐健。组员呢？哦，组员只有胡家龙一个。好，那个陈青，那个指导老师，指导老师，指导老师是陈青龙老师。放大一点。好，缩小。还有吴玉贤老师，对，去睡觉了。对。然后我们这个专题的名字叫做“远控气压式窗户控制机构”。好。很炫吧？然后，再来我们要先用手动测试，这个让窗户控制。首先是我们先半开。放开。然后半关，然后一样是半关，然后半关集体，然后集体之后点回极限原点相接到，然后再测试全开。好，换手机 APP。好，接下来换手机。你直接按分页就有了吧？有没有连到啊？有吧？你看蓝牙有没有亮啊？有。然后现在测试，就直接全开了。对啊，全开。现在用 APP 测试全开。我们今天能回报吗？好吧，因为我的学生在忙。然后全关。然后接下来测试半开吧。你要小本本。然后半关，半关也是按半开啊。哦，全开集体。解除。这是全关机吧，然后机械解除，然后全自动，然后再来是全自动模式吧，全自动。阿锦不是说冰水都不会停吗？